1997年，白小燕遭到绑架，赎金500万美元。新闻媒体紧迫盯人，白冰冰呼求大家救救她女儿。武昌街枪战破天荒电视实况直播，警匪搏火，高天明侥幸逃脱，竟然异想天开整形变脸。方宝芳诊所三人惨死，陈星星到处性侵翻案。困兽之斗，最后他闯进了南非武官官邸。最艰难的谈判，最漫长的一夜，在陈星星枪决伏法之前，他真心悔悟说出的真相吗？谁是背后真正的幕后主使者呢？敬请锁定本周日晚间8点台湾启示录，动四幺四白案25年特别报道。